但对他们不超级几个月来大多认真找对不起中的身上即将绽放的光芒也可能毁灭在自己手上请没人帮助我没有人内心是多么的难受忍不住都在哭把脆弱的一面失落的没人看透谢谢主办方或者是场地的 PA 大哥要不要给你要什么好吗好现在还有些都在一起这些都说你还有我最重要的别人也只有我自己要跟你学了我下课到你的舞台开始看到聚会你只是上我心也留下来找